香港迪士尼的魔雪奇缘世界在11月20号已经正式开幕了。今天我就买了飞请老公一起陪我去迪士尼玩一天，好兴奋啊，好兴奋啊。那我们呢已经去到欣澳站了，我们选择泊在欣澳站停车场，日泊就160元，如果泊迪士尼停车场呢私家车要280元一天啊。欣澳停车场是露天的，咁泊完停车场之后搭地铁一个站就到迪士尼㗎啦。第一件事当然是要买个头箍啦。今日超级多人啦，记得嚟之前要 download 迪士尼嗰个 apps 啦，咁里面就会有张地图，因为而家冇 hard copy 㗎啦。我哋嘅策略係直接冲去呢个魔雪奇缘先啦。趁大家都食紧饭或者系睇紧米奇表演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嚟到呢个魔雪奇缘世界。哇，呢边好靓啊！哇！我最期待就是玩呢个过山车啊！我哋而家排呢个叫做雪岭滑雪橇的过山车，咁个 app 显示咧就要排80分钟啊！排机动游戏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时机影相啊，因为你前面一个人都冇啊，好靓嘅影出嚟。终于排到入嚟啦！里面仲有两个足球场你排啊！哇！有5个钟头，我哋就可以玩过山车啦！啊！想坐第一行嘅话咧，等多一下就得噶啦，正啊！我只脚夹上去。咁样。玩了2分钟啊，不过好刺激的。啱啱开幕，四围都是人啦，我哋而家又再排队啦，排餐厅咋？我哋而家挑战全个乐园条队最长的魔雪奇幻之旅啊，要排100分钟啊！虽然要排好耐好耐，不过沿路咧都好靓嘅，好多影相位咁噶，而且唔使晒。有冇见过人哋边排队边瞓觉？啊，我哋到啦，准备登船啊！我哋而家出发去爱神嘅冰雪王宫啦，一齐见。Very much like today, Anna saved her sister with an unselfish act of true love. Thank you.
嚟咧就排咗排得最耐嗰两个，因为够体力啊嘛。而家嚟到比较轻松嘅小小世界啊。呢个真系小朋友玩嘅。奇侠飞行之旅好像都未玩过喎。喂，今日的旅程，我哋将会飞到去全新的香港史达大楼。打烂咗道门，唔好意思。收到，即刻翻去科技展。唔該曬，史達先生，飛行穩定器恢復正常。都幾刺激呢個，而且唔使排隊。原來都好多新嘢未玩過嘅喎，呢個蟻俠黃蜂女都未玩過啊。所有關於外星生物、武裝科技研究，就會落去蘇律手上。自愿参政的宾客注意，准备出击。好似黐线佬，好靓啊！呢个系最好嘅时间啦。好唔捨得啊！不過放煙花咧，而家轉咗夜晚九點鐘啊，太晏啦，聽日又要翻工，走啦，拜拜。